你之前给姨妈买的就是这个颜色的衣服吗？对。它不好看。你长得。从前面往外吧。你长得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宾，今天是腊月24。如果是北方的话，是昨天吧，腊月23是小年，今天是我们南方的小年。我们家决定明天吧，正好也是星期六，我们家准备吃年饭，所以今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，大家看到吧，是一个花卉批发市场。今天和我们家老大，老大，打个招呼，一起来买点鲜花吧，把家里面点缀一下。你准备今天买什么花？买插花还是买盆栽？鲜花。这都是什么花？我都不认识，我就这向日葵是吧？我就认识这个。对，我就只认识这个，我只认识玫瑰。其他都不认识。我们家特别喜欢买这个东西，然后买回去插花。这个花我也认识，这个花也认识。算了。他们家花还可以。我们家老大他还把头发昨天弄了一下，是昨天还前天弄的是吧？前天。烫了个头啊，我觉得这个头特别像那个叫啥呀？阿童木特别像阿童木，你来回头看一下，像不像阿童木？我觉得非常像阿童木。哎，妈妈，宝贝，我的花好好看。嗯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好，哇，花好多啊！那个向日葵怎么办？向日葵是35一束。几只？5只是吧？我觉得这个蛮好。彩色康乃馨。好好看呐、啊！我觉得这个，这会便宜一些吗？不便宜，我刚才问了价钱的。是吧？怎么嘞？他不是大家都在这里买批发吗？批发价钱这就是过节，批发不见得都便宜，知道吧？嗯。所以要，我已经询价了。询价？你想好买什么没？买一点小雏菊啊，或者买那个向日葵。哦。或者买点那个，就是放的时间长一点的。然后家里有几只小雏菊，他们人嘞？对，这边里面也是市场，这蛮大的，这两边都有，这边也有。往哪边走？喂。嘿嘿，看到了。Hello。你好。要不买一点？不买，这花很难伺候。是吗？问一下呗，多少钱？这放在家里蛮好看的。啊，这是480的。480。因为它是热带的那个海湾的吗？我们家不是有暖气吗？可以养啊。暖气完了怎么办呢？你不看它动手被我们家的猫给。应该没事，蛮好看的。它上次就把我的花给咬了。是吧？嗯。这都是盆栽花嘞。都在温室里面培育的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看到没？就是、这些都是线摆在一起的，可能是挂的，没到这过两节就死掉了。哦。可以，它就是把几颗放在一起，放在一个盆子里面。嗯。55+30，85，85+15。100块钱，哇！100块钱买这么多，你真会买呀、啊！可以，这颜色挺好看的，你们这买的。好，把钱扫一下，100块钱。你看中啥了？没看中啥，我去买鲜花。鲜花。嗯。好吧，那我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。朵花买一个那个。嗯。朵花这个。我看这个看了。这个颜色不好看。买什么？这个。这啥呀？这个也是那个小菊花，但是也好看。小菊花。小雏菊。这个不好看吧？是这个不好看，换一家看看。这家是不好看。我觉得不好看，我觉得还没有这个鞭炮花好看。老板今年生意怎么样？是买花的过年。不行，疫情期间。原来往年还可以啊。往年还行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快解决问题啊你们？你看了半天了。哦。走吧。我们自己逛。这里面还蛮多家的，挺大的。这是
卖植物的。这还不是买花的，所以是卖植物的。好的，买的花。刚才那家店还是蛮大啊。嗯。嗯，这里面有好多。嗯。小多肉。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这像草坪一样，那个草一样的了。你好，这都是草吗？菖蒲。哦，菖蒲，这是菖蒲是吧？什么菖什么？菖蒲。菖蒲。文竹啊。雾凇。雾凇。嗯。就是闻着香味，在家里很香，可以给你买一个，放在电脑桌上。嗯、是吧？嗯，松香味啊。这个小颗的多少钱一颗啊？嗯，这个。三十。三十是吧？这个还蛮好看的，这个叫什么？玉露，好好看，好像透明的。玉露，都是玉露。嗯。品种蛮多的。看这个长得好了，看没？你看这个，是不是长得好看一些？嗯。品相，这要讲品相。老板，这个叫什么呀？黄金草。黄金草。哦，黄金草。草你去闻也闻味道，看一下那个厚度。哦，我以为你在闻味道啊。这叫玉坠。这叫牡丹前串。哎，这个真的蛮好看的，这放大的也蛮好看的。是啊。六十，这么小一点六十。贵了点啊。嗯。小一点可以买一点。这个不好看、啊，这个，这个没那个。这还不是玉串？但是没那个品相长得好啊！你看，冬天长品相是要那个花，就是没刚才那么大那么密。颜色不好，你看你。哎，这像那个玉，真的是像玉串一样的。佛珠那个。佛珠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算不算盘珠？对吧？算吧，算吧。这个花还有一盆，好，看一下，就是那个。刚才我们犹豫的盆花就被这个帅哥买走了，你看了，犹豫花就没了。贵好不好？没听到的人说，先买那个花四手，要么就那个了。好好好，心疼好不好？好好好好。这家店卖盆景的是吧？哎，你看这个好好看。真的，爷爷不能来这里啊，所以肯定搞个这个缸在家自己做。这个房间大可以，这房间我们的房间算了吧。你看这个，哇塞，好漂亮啊！我回去把那个我们家鱼缸洗了吧。感觉这个水好清啊。嗯，现在流行做缸，不知道网上啊。嗯。你看这个做的好好，你看这个沙子。对，这沙在动了。不，这个沙子流到这个口子里去，看见没？然后就上去、嗯、再下来，就一直在循环，你看见没有、哦、不是说这个沙子怎么会不停从上面下来，看见没？嗯，我们年龄再往后十年估计才能欣赏得了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的，我觉得一直都挺好看。哪有，我觉得你可以做那个圆缸。好吧，那这边我的心还没静下来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五十来岁才慢慢玩的东西。你看别个这才要养鱼，我们那个用脚盆去养好不好？真是的。我们买个草养一下吧。没有鱼缸，再说一遍，没有鱼缸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哇，这是什么锦鲤鱼？哇，这白的。没有看到那个龙鱼吗？那个棒，没你不过滤的话，你说不？那个棒的话，就是说一天，比方说我开白天开的，晚上放在他家，好像只有那种白色的鱼，没有鱼。哪个好看？这个。哎，你们喜欢这种丑的，这种丑鱼，这个鱼不好看一些吗？这个。啊，这个鱼，哎呦，
这个鱼还便宜，这个鱼。这个叫珍珠。嗯。这个叫珍珠，我喜欢这个大肚子的鱼。我们家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这外面的门面，终于要买了。哎呀，买啥准备？向日葵是吧？还有什么？这什么？康乃馨。康乃馨，这个呢？小雏菊。啊、哦。都是好活的花。回去再插是吧？哎。插花。你学过插花没有？没有学过，自由发挥。28块钱，二十八。28，算了，28。可以，一只28嘛。28，我为什么要这个？好好好，多十几块钱。好，放哪里的？这个多少钱？这里的。这还挺好看的嘛。这个多少钱呢？你是嫌它贵吗？这个他说，哎，这个是说40是吧？哪一个？45，我先给了。45了。便宜点嘞。我回去怎么？就20，受不了，那100，这是100，这是赚不了多少钱。怎么会呢？这是赚不了多少钱。你上外面去问一下，你看他们卖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你看，115。105。哦，105，1500。有没有男同志和我一样的情况？然后你和你的朋友、女朋友或者老婆在逛街的时候，然后老婆砍价，然后你在旁边站着特别尴尬的那种情况？一般这种情况我就采取，我来付款就 OK 了。老板，钱付了啊！100几？105。105是零是吧？嗯 ，OK。这个管子也蛮长，这个谁也蛮长，但是这个好长一点。哎，也管不了几多。那我们买吧。好，买完了吧？走，走了吧？走。老板没有给你优惠，你还给别人推销？哈哈，这要推销美的东西啊。还是武汉人，还是蛮多人过年买花的，这其实也是个习惯了吧，是吧？哎。家里人看得喜庆一些，是吧？回去把这个花要好好的烫，要打扮一下吧，把房间打扮一下，明天家里吃年饭。OK， 今天视频就这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